ムチコ。防晒用品，防晒用品啊，甚至还有说这个什么，教你说这个你买这个要怎么用？它可以用来当头巾啊，或者受伤的可以用啊，都画在上面。对，哎、欸、对，或者当垃圾，或者是擦桌子，就是多功能的那种布啊。用法，然后它是防晒安全的比较厚的鞋子，防晒安全帽，就是它说你可以买一套这样子准备着。然后这是一个灯，哎、啊，或是夹在哪，它就是两用的怀中电灯，夹嘛，对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就是哎、欸，或者戴手上，蛮方便的哦。他们的防灾意识算，对他们防灾意识很好哦。真的不能买回去，我譬如说买回去，我跟你讲，他说你买这一套里面都有了，对啊，整组的，真的有这有灾难来的话。你都忘了哇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没有，他意思说里面是要练习，练习、啊。对，然后东西放在哪边？你像妈妈都已经买那个方便具了。没有，因为每年都要练习，所以你会忘。对，他没有练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没有练习，对，不然就找不到、啊。所以这个是平时要检查的，然后东西坏掉了，那个什么食品水、啊、过期了什么、啊？对对对、啊、我们就没有。所以你看他那边也是一箱一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没有个习惯啊。对，看这个，这整套是多少钱？对，它这一个就是差不多一千六块的，然后这就比较轻便，再小一点组，是这样，然后更小组了，就是精简到就是只剩下卫生纸这些什么，还有你看，还有家族联络的那些家族联络簿，还知道是谁，你看都连这些都已经买好了，不是，如果是要买的话，当时买一个这个算了，大的，对，大的一包，然后大的一包拿小一包都是一包啊。欸、没有，你的放置的地点不一样啊。可能有些放在，比如马上可以拿走的地方，或者是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的多寡还是有点差啦。不是，有些人哎、欸欸，他这个是用盒子装，你带的这个可能是你要比较轻便，它就是小包的那种。这个买不完了。商人就是有办法让你掏出钱来。家族，他说你看乘以家族人数，七天份的冷水。一瓶吗？一人份七天份需要用的水量，他帮你算好了。像他这个还有些你没有这个有的不需要，甚至不需要微波哦。这个要加热，人家都什么叫过期的？这个也放这个比较近啊，他可能就一今年十一月。不是，所以我们就平常就是还要随时要看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可能至少可以放个一年一次啊。这个是泡水的，泡水一次了啊、哦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衣服是要反过来穿比较明显，是吧？防寒、防什么的？防滑、防水。晚上看着真吓人呢。